咁閪多红丸嘅，嚟个红丸打个矛啊！哎呀，失误失误，我跳动脚了，怎么上手啊？您知道前面有一栋墙就撞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看哪个硬一点，第一时间跳，指令投不到，哇，好热啊这里。
哎呀，不瘦身吗？就这一下真的不要这样出，不瘦身就被打。哇！为什么不征服最后呢？
咦，爬不动。你看这畜生直接就秒了。对哦，忘记，哇！你看过分了，根本不用，根本不用什么天赋去玩的，这角色。
丢啊丢！哎呀，妈的，我等这么久你不中，哇，咁黑嘅！没了，放弃了我都。点解会跳到啊？我必杀都懒得出了。九八一人强绝好不好？九八弱中等角色，九八一人前五了。
啦。跑动吗？那不是造反，那叫造业。发霉的破的，没人救你啦！我应该指定投。这一把压完怎么输啊？能怎样啊？打九七的几个，九七九八也可以玩了。下午也有打，没有，我没有播而已。打一个打9798的主播，然后我主力单车哥，然后用一个角色，我就用草跟旅客，然后另外一个有点搞笑，然后用键盘，然后我看到他用键盘。然后我就说我键盘还可以，我说我键盘还可以，要不双方键盘试一下。
后他跟我说他键盘没输过，然后我第一局赢了之后我就换键盘，然后键盘的时候那时候摇杆的时候用的草，然后我第一局特意输，然后后面直接15-0，妈的搞到突然没，然后他没话说了，中间的，哎，分神了都不会打了。那个人键盘有2000，他玩的2000出到2000中，应该说被我14-0。我换键盘之后，中间打的时候，我投不到啊，
铁臂杀死了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应该重拳后拳脚，继续压。什么鬼角色啊？不接必杀没招，连接必杀又不疼。
段没有跳。居然这么直接都没想到，咩鬼人物啊！突然间，对，其实我也不喜欢捡到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哇，今天，昨天他妈的很累，然后今天。怎么睡得好累？啊，今天一早起来，然后过了十二点，你说今天还是昨天？哎，你哥亲自叫柴可夫斯基送我。
吃完宵夜就回来了。你可能在那个电竞房睡啊，全都是烟味。我都被熏了一天，他妈的我不够睡，哇！晚上的时候真的受不了。他们五六个人全都抽烟，在一个房间，哇！这么巧吗？那一下，哦，死了！感谢一子哥跟钟情哥组织比赛。看看有没有消息。